我发现一坨香菇，超多的。我们刚刚去 H Mart， 就是韩国超市买这个饭，然后今天韩国超市没有卖很多可以吃的，所以我们还去 Costco 买热狗，然后还有这个卷，然后还有这个虾子，然后还有再去刚那 H Mart 买了两个蛋糕，啊，应该是三个蛋糕才对。超爽，直接拿这样子一大盘的虾在吃。胖狗一直想吃，那边有人在结婚，超远的，只能到这么近。有个白色的人这边，然后那边超多人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坐在这边，这边就是。没有人。
我要确保就是大家离我远远的，我也离大家远远的。